好，那我们就回来实测上古的专武神农，他的真伤到底屌不屌？我们直接实测第一集最准，来试试看，在官方的实测影片中，他开了这三只，就是两大奖加上伏羲，就直接打40几亿嘞，骗鬼啊！所以我们就要来实测看看，到底有没有办法让上古重返荣耀。好，哎，这星柱也太浮夸了吧！前面慢慢打过去就行了。官方造假嫌疑，那应该是没造假，不过打出来那么高的伤害，可能还是要有点天降的加持。第二关，六 combo 以上，星珠留下来。重返荣耀，等等，上古有荣耀过吗？重返那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，好不好？好，哎，这星珠完了。好，再打一回合应该没问题。露西对，没有纳兹可以换谁？换库拉，对，那张角色应该叫库拉。妖精，或者是妖精可以控场的火蛋蛋，最平民的大概是火蛋蛋，你们也可以换。好，这边消十颗，啊，刚好九颗，完了，我闻到根性的味道，怎么会这样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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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哇、哦，这天降、啊，坐对椅子，运气都来了，有没有？好，这里开这个。哦，哎，这可以耶。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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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直接打过去，完美完美，没问题，没问题吗？这个伤害好像有点问题哦。这个伤害是认真的吗？我看已经开很大的爆发了耶！啊，可以，赞！总算过了第四关，请问蛋蛋是那个蝎到底叫什么、啊？我有点忘记了，就是跟在树王旁边的那一群人啦，啊，那一群蛋蛋，他们蝎叫什么？我真的忘记了、欸。有聊天室有神人，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吗？好，这边洗一下技能，把星珠留下来。好，腰弹啊，对，腰弹，哇、哦，这个血量好极限哦。第五关这里被打，然后哇，这里尴尬哎，先转个星珠出来再说。哇，这回血都不知道回不回得回来了。忍不住，只能开了。哎、欸，这感光不太妙哎、欸。哦，有天降，太好了。这伤害，认真吗？直接转了啦！
哇，我没死，一万一哦，我有办法回到一万一吗？应该是可以哦。五颗星珠的话就有机会，来试试看。希望回回来，一万六可以，这对回血很紧张。好，可以，总算是活过来了，不容易啊！这一对王冠了。王冠的话，之前是开什么？要开伏羲耶。啊，不过他打人好痛啊。先开这个啦，不管，先打他再说了。哦，这野猪可以啊。好惨，不行，打妹，打妹的是会挂的。过了，有机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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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各位，要开哪个好啊？开这个好了啦。哎，等下，他的技能是什么？好，然后把这个也开，再给他转下去就对了，比较保险。好，再开龙科，大家就可以知道这队的真伤实力大概落在哪了。好紧张，我现在可以过了，大家帮我刷个六好不好？天降多一点点，有没有机会呢？我们的伏羲真伤够吗？够吗？这波够吗？啊！哇，破亿了！感动。够了，完美，好，就这样子。谢谢大家，我们的上古带了专武总算通关了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破了，原来上古也能破亿。